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公社点交经验25堂课中的第17堂课。我们今天强调的是建商的态度为何不佳啊？那我们很容易很常常有人在提到说，建商的态度为何不佳啊？其实用这样的概念的时候，其实你用物管公司的概念，你就可以帮他体会。在物管的公司里面有警卫，有所谓的助理缴械，有所谓的总干事。那当然各位看过很多大楼啊，它基本上它可能就是一个守卫，那这个守卫的话可能就兼总干事啊。那在这过程当中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很多很奇怪的事情。举个例子啊，像有的人会觉得说，守卫态度可能不好啊，那又或者说可能跟他讲什么东西他听不懂啊。但是如果一些社区比较健全的部分，他行政财务的部分有专门的助理小姐，然后他的总干事部分的时候跟管理委员会跟住户沟通啊，基本上会比较亲切。然后在守卫部分的时候，他其实重点他就是检查安全的部分啊，他通常都是一些比较严苛的部分啊，然后反正基本上比较严肃。那所以同样的，我们今天讲啊，建商为什么他态度不好，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你比较对象的问题。建商本来他就是比较像工人嘛啊，那基本上来讲，人性界面可能也没那么好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秀才遇到兵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，其实他对你的态度就是以一个你跟他讲什么事情坏掉，然后他帮你修啊。然后所以说基本上来讲，如果说以建商我们用站在工人的角度去讲他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来讲代销公司就有可能是那种所谓的客户人员啊。那各位想想看啊，客户人员通常他是经过训练的，所以他面对客户的时候他是比较有所谓的应对技巧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讲在卖房子的过程，当大多数都是所谓代销人员在卖，那代销人员态度是非常好的，尤其他对很尊贵的客户的时候，他是非常礼貌周到的啊。可是哦，曾经有人讲过说，会卖房子的不是高手，会交房子的才是高手。所以当代销公司他今天把房子卖掉的时候，其实到真正交屋的部分的时候，是属于真正的建商啊。那一般人会觉得建商态度不好，很有可能是建商本来态度就不好，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做工的人嘛，态度当然不会比跟坐办公室的人差不多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很有可能是你的前后相比较的结果，也就是说你在买预售屋的时候，你遇到代销人员，你觉得这个服务是非常开心的，而且代销人员普通经济能力也都还不错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跟一个同等级的人沟通是非常顺畅的啊。可是我们今天换一个例子，等到你要交屋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个态度去比较这个建商，也就是说你认为说奈这个差距奈差在这，就是说基本上你在买的时候是这个态度，可是在交给你的时候又是完全另外一种态度啊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可以从这样讲，就是说其实建商你如果从站在工人的角度，或者他的人性界面就是比较不好，那你也是因为说基本上来讲是因为你跟把它拿来跟代销比啊。那其实我们今天讲另外一句话去考虑啊，如果说建商那么厉害，他那么会卖房子，他为什么要给代销公司赚这一笔钱呢？这个利润是很大的，如果他可以自己赚的话，那其实他不用代销公司卖。代销公司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卖房子，那卖完了之后，其实这件事就跟他基本上是没有很大关联的。卖完了，他领佣金领了，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剩下的事其实都是建商在收尾的啊。那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就是最主要是拿来跟各位分享一下，也就是说，基本上来讲，你如果就事论事，你缺什么就请他帮你修理好。至于说你如果要求他态度上呈现像客服人员，或者我们今天讲的空中的服务小姐，或者我们今天讲的 VIP 的一些饭店 VIP 的服务态度，你用这个观点去看的话，其实你会失望。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并不会感到很压抑。感谢各位收听，更多经验分享请各位参考物业管理精英的66个工作 DNA。 谢谢各位。